今天我们来介绍海鲜菇炒肉的做法。嫩嫩白白的海鲜菇是儿子的最爱，今天我又放入了一些胡萝卜和青椒丝，颜色更鲜艳，味道更丰富了。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，为了方便以后查阅，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。猪肉切成细条，用淀粉、生抽、料酒腌一下。海鲜菇撕成细丝，用开水焯一下。热锅放入适量的花生油，放入肉丝爆炒。放入海鲜菇翻炒，放入胡萝卜丝、青椒丝，放入适量的盐，翻炒均匀。最后放入适量的味精，即可出锅了。上桌开饭了。好了，就到这吧，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关注。